依家出咗口岸，我哋今日同朋友嚟深圳睇牙，主要系想洗牙同埋 check 一下呢个智慧齿使唔使剥咗佢。因为我哋约咗嘅系三点嘅事，医生档期，所以依家时间比较早嘅话，我哋准备去国贸附近揾下有咩好食嘅。而家准备坐地铁去国贸附近揾啲嘢食先。我一个闸口，依家准备出站。呢边出去就系锦江华广场。依家准备去国贸 B 出口睇下，过去睇下嘅牙。他們 send 給我的路線圖是從國貿 B 出口開始出發，好像是直行過去100米左右。這裡六嬸雞煲，吃過一次都挺好吃的。行到海泥呢度嘅话，应该系向右转嘅，向右转。嚟到呢度嘅话，呢度应该系直行嘅。小龍包嚟到，過唔係到呢度郵政，正嘅話應該放呢邊行。又是要過斑馬線，左轉去西村站。庐山大厦 B 座嗰只，我睇到嗰只广告牌啦，嗰啲牙科广告牌，维港口腔元素。依家准备上去牙科睇下，喺第二个电梯。好似是21楼，
一樓到咗，啱嚟到呢度維港口岸，可能遲咗少少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哋兩個係 booking 咗3點嘅檔期睇牙齒。好，黃生唔係黎生係咪？係啊，係啊。我哋坐先啦，喺呢邊坐。我幫你買個杯茶。好嘅，唔該。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係要咗今日3點半過嚟洗牙同埋檢查智慧牙咪？係啊，好。咁我哋登記一下你嘅資料先嚇。OK。啊，你好啊，我想問一下，方唔方便拍下環境啊？可以啊。哦哦，唔該曬。係啊。咁之前嘅話喺嗰邊檢查過牙齒，冇咩問題，所以呢次嚟主要係想洗牙。依家帶大家睇下呢個診所嘅環境啊。按呢個係醫生嘅依家我 friend 準備去影 CT 嘅。我 friend 就开始喺度睇片啦。而且这个智齿的话，它是顶住我们的前牙了，所以建议这个牙齿把它拔掉啊。假如不拔掉的话，这个前面牙齿也会给它顶坏，而且这个地方会经常的食物残渣。依家准备嚟洗牙，啊，医生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坐下，这个阿姨。啊，好嘅。依家洗完牙出嚟啦，但系我个 friend 可能仲要剥埋个智慧齿，所以可能时间要耐少少。先分享一下我嘅洗牙嘅感受咯。个医生嘅手势都唔错，洗完啲牙之后，牙齿都轻松咗好多嘅，啲牙结石都清得好干净，唔错。今次嘅体验唔错，出嚟啦。你依家剥到嘅智慧齿觉得点啊？同個 friend 一齊洗咗牙，同埋個 friend 又剝咗隻智慧齒，總共洗咗1400蚊，都算幾抵嘅。個 friend 掹完牙出嚟，依家快有半個鐘啦。頭先個醫生過嚟 check 過冇咩問題，同攞埋兩支撚口水過嚟，依家準備攞翻去香港嗰邊。個 friend 掹完牙之後，可能唔係幾方便再出去玩。先回香港先，下次再出嚟玩過。